Hello， 芒果捞新闻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凌云。就是第一个先把偶像包袱扔到地上的人，带头扔。哦，就是我们带了一个耳机，里面是放着音乐，然后看对方的口型去猜他在讲什么。我们真的是喊得声嘶力竭，整栋房子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。今天独立耶，数字，裤子，裤子吗？裤子，晶晶独立耶。古代的时候考状元是一间一间的，很好奇，就是一考考九天，听说。青春，阳光，积极。你觉得自己智慧了？嗯。青春小伙伴，哦，青春伙伴的囧途。想要看到就是我们这几个嘉宾怎么样出糗的话，那就赶紧要定好闹钟，然后准时收看。老龙用4辆4轮大马车拉了40筐犁，老李用2辆2轮小板车拉了14筐犁，老罗人称罗大力，老李人称李大力，大力罗用10筐犁，犁，你们加，可以把那个视频加速。老罗用4辆4轮大马车拉了40筐犁，老李用2辆2轮小板车拉了14筐犁。老罗人称大力罗，老李人称李大力。大力罗用14筐犁换了李大力的4筐犁，李大力又用10筐犁换了大力罗的10筐犁。请问老罗还有几筐犁？哇！五个字是一个城市名字吗？月亮，热，月热，哭。我换一个说法。难过。哭，伤心，月热伤露，这个就是他留下了水、啊、泪，月热泪露，还有第一个纸，月热泪露，这是算什么？纸你啊，对 Q 你啊，对，你月热泪露。